先进哦，先主要开视频哦。我做 YouTube 啊。啊，我会做 YouTube。OK。我也是 COVID 的时候没东西做写的。现在是啊，现在短视频要做啊，做生意也是要做短视频啊。对呀、啊。我放你上 YouTube 不要紧啊。没事。Selamat datang。 啊，这就是我的家。啊，这是你的家。在这边进攻的不要紧吗？没有事啊。没有人管。这就是他的这个布拉赖啊，他的比萨赖啊，阿赖也是阿赖。啊，这个青绿色的回教堂。我在这边已经看了好几座这个，印尼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最多了。其实华人寺庙也不少啊。啊，华人寺庙对面很多，就这里就没有。啊，今天遇到了个新朋友。我叫 Hammond。啊 ，Hammond。啊，我新朋友叫 Hammond 啊。他带我来到了他这个童年长大的地方啊，叫做布劳阿赖的哈。现在他用这个 motorbike 呢载我逛一圈。鲜艳的颜色。这里以前华人很多的，华人超多的。到了2002年、2003年，全部都跑到完了。为什么呢？去别的地方发展了、啊、OK， 别的地方或者是很多大城市啊，汕尾吗？不是不是，去巴淡岛啊，岛 去泗水啊，去雅加达啊。这么说，他们就是搬走了吧？对对对，大多数都是去巴淡岛啊。啊哈，我在巴淡岛过来啊，我看到那边很热闹啊。是，我朋友带我去那边的 food court 坐一下，我看到那个 food court， 啊、哦，马来西亚都没得比啊，马来西亚没得比、啊，没得比。比较沉闷吧，哈哈、我这种已经安科了啊，在这边住修身养性的，应该是非常适合的。你进去了，等下回来放我一下子可以吗？可以。今天是星期五吗？是。啊、应该是了哈。我们祷告的时间。啊、对对对。要买鱼吗？啊，买鱼也可以。华人的家，华人啊，要看东西，华人对对对，啊，还有华人啊，不是没有啊。终于见到了一家华人的商店，有吊红灯笼的，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对联啊，门帘。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树，在我工厂的。啊，就讲了哈。那里。啊，就一个巴当呀，不跟波果啊。巴当波果一样。啊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沙姑树了哈。他说这边有很多的原产料，就在这边，都在这边砍过去的。树要十二年才可以砍哦，啊哈，从它长出来要十二年哦。一棵树种出来，一个人可以吃一年吗？吃一年哪一棵啊？ Uh-huh. 一棵一百公斤，应该是可以吧？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啊。你别老给你的。啊，这边有一个 statue， 巴图里茂。来看一种很奇妙的石头，还有、哦、还有故事的这里。哦，看得好，看得好。哎，哦，不可以过，不可以过。啊，其实是可以过啊，可以啊，我们走路就可以了。我看你可以过，有人过啊。啊，遇到路障了哈，在修路。铺的路啊，有点像羊灰路。干嘛？那块石头是躲起来的吗？石头在里面。哦，进不了了。还没有真的是到。哦，就是到海边了哈。对对。这个是巴杜利茂的一个海边。我们那么多进不来，所以可以穿过来了哈，啊，不是很远了，也不要紧，走走路就到了。好，我们有故事的石头，我见到了第一颗大石头，被海浪冲上岸的 Prahu。 有点被荒芜了的感觉。这里有个牌子，他说 Wisata Desa Batu Limau。 啊，我们就在大石头间穿过。这里的石头很稀奇的啊，有形状，它的形状也是真的是很奇怪的。要讲还知道是吗？对。
非常靠近这个海边哈、啊。哦，一个小卖店啊，原来是，可能是周末有人来吧。安哥上来，安哥看这边的石头啊，像什么这个？是不是像一个汤匙？哪一个像汤匙？我还看不到。这个安哥。哦，这个。这个啊，这个像汤匙。对、啊、对对对。这个像我们男生的。哦，非常像。OK。非常像，你不用讲什么东西了，我看得出来了。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一个还是哪一个啊？它已经磨掉的、嗯，是女的。还是他盖住不给人看？不是你，他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石面磨掉了。哦，他是怕人家看到了新一期啊。还有他在这边有一粒石头圆的哈、哦，它是这边的地标，就是说好像一粒菊。一粒菊啊，就是刚才讲的礼貌啊哈哦，刚才大家八度礼貌哈。对对，要小心。好。那里是怎么会？为什么在上面呢？一个这个问题很好，那个下面是它的盘。这个不是抬上去的吧？哈。不是抬上去，谁吃饱撑着抬这个石头上去？啊，远处还有个人在钓鱼哈，在这个阳光底下钓鱼。哦，太热了哈，怎么他不撑一把伞呢？海岛之子就是如此了哈，阳光就是他们的朋友。满地都是渔网，就证明了这是渔村。很久很久以前了、啊，老一辈说了，传说，他说有一位公主和一位平民啊跑掉，从他的那个什么不知道哪一个王国了，不懂啊。那他的这个国王，这个公主的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哎，他们就跑，私奔过后，这个国王就说。你们私奔，你们在半海，你们就一定会沉下去，你们会变成石头。哦，真的，哥，就飘到这边过来，就无缘无故全部变成石头。啊、哦，所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这边呢。对，阿哥看有什么那个什么汤匙啊，还有那个什么有橘子啊。对呀、啊。啊，在后面这边呢、啊，有一个地方有些进不去哦，它里面哦有什么有床哦，还有抱枕哦。啊。在里面进不去。真的是他们受了诅咒了啊。啊这里很多渔网啊，对，其实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做一个旅游胜地，但是这边的政府就不会去管理，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他们这边的本地人来捉鱼了，是。但是这边的旅游胜地，我看可能是游客也会不多吧，不多，太远，嗯，不方便，那个。对的，啊、哦，看看这个180度的啊。啊，那边过去就苏门答腊岛了。那个是吗？不是那个吧？不是那个小岛，是它的前面。要过后了啊！过去那个是苏门答腊岛，啥叫苏门答腊岛？Ini lagi pasang. Hah? Lagi pasang. Naik sampai atas loh. Sampai atas ya.我们从这条路啊穿进来了这个古老阿赖的一个坟场啊。布莱阿赖的华人不多，所以坟场也是相当小型的哈。我们在进这个坟场的时候呢，之前呢哈，我们必须先看看
天公赐福，这个是天神。它是同心庙，博得吉祥，增财福，功恩浩大，进宝金。挂着红灯笼，这是坟场的大伯公啊，河港平安，福源城祥通四海，德图玉靴生通寺。一边是风调，一边是雨顺。聚宝堂，一个神位。这个布劳阿赖的坟场呢，他们的坟墓的款式了哈，跟我们也差不多一样了哈，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只是用的颜色可能是有点不同。广东，哦，广东啊，我问了很多人，他说在这个汕尾啊，很少广东人的哈。而且我没有听过讲广东话的人呢，想不到来到坟场，我第一个坟墓看到的就是广东神的哈。厚土，也是广东。这么说，这边的广东人不少嘛哈。广东吗？福神也是广东啊？怎么这边的人不会讲广东话呢？我相当好奇啊。再看看一座，这第四座难道也是广东吗？这个我就什么我看不清楚啊，什么登海县什么这个我就不懂是什么人了哈。这座坟是没有标明，姓陈的夫妻合葬。这是世居潮安县龙尾杨下吴乡。后面是福建人的。是广东人了哈，这广东的坟墓呢，施工姓施的，柴好，广东饶平县呐。其实我看东南亚这一带都是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居多哈。
干嘛了？从我们这个中华义山出来啊，就回到了这个马来的甘榜。我们来这边吃千斗，他说是千斗阿赖呀哈，颜色跟我们的有点分别。来阿杰，啊来阿杰阿壮，它的绿色有点不同了哈，千斗。啊，我想小哥问了 ，OK， 那我给他安排哦，我单纯，怎么没变进来一条个头高五寸啊？啊，我的千斗阿赖，今天我吃千斗阿赖了。你干嘛跟我讲？是讲两年前整，你跟我讲，你搞得一瓶一加进去。啊，新鲜出炉的咖喱饭啊，刚刚在厨房拿出来的，是这位嘎嘎炸的吧？啊。啊，还有很多炸的东西。我做烤肉啊，啊，双肉啊，双肉，我就搞得公肉啊，这。乌比加拉。哦，安尼的。啊，好，感谢，感谢 ，OK。你把它干冻了，记得。啊，记得，记得。都炸的应该是有那个是面包糊吧，这个是蛋白吗？应该是蛋白，我想。啊，我们在这里悄悄的喝了一点冷的，吃了一点炸的。啊，这边也是有一点相同的味道哈。层层叠叠的，非常的整齐哈、啊。那我又要大家猜一猜了哈、啊，他们这个东西要来做什么呢？这个是他们做那个沙姑米啊，那个沙姑米的树，它的树身扒出来的皮。很多的。刚才有听到吗？他说这个东西呢，当人们办婚礼的时候会用到的，要怎么用呢？看看他说 lima ribu 是哪什么东西？这个一排一排 lima ribu 啊，他们很奇怪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的，树也是我救他们砍的嘛，剥掉他的皮也是我给他工钱嘛，但剥完的皮他们的，就是我要的话又跟他们买，这个是以前老祖宗的方法。Nunggu lagi. Kalau enggak, maksudnya enggak rusak berapa lama? Oh, seminggu enggak rusak. Seminggu enggak rusak. Dalam air ya. Tapi kalau dalam di tempat kita taruh begini doang, ya kering, Bro. Oh. Jadi yang penting kalau kayak dia di laut kan oke ya. Kalau dia di air enggak apa-apa. Kalau di air laut tuh karena kan air tawar. Uh-huh.
概算了、啊。啊，你说得出来？对对对。差不多有300公尺。我们走了一天了哈，喝了椰水，吃了千豆啊，也吃了椰子的。来这边看看这个肥料厂。对面我看到有些东西在动的，好像是鸡吧哈，还看不清楚。但是来到这边先拜访一下我们这个主人吧哈。这个主人是拜西藏佛吧哈。